大学四年，我年年都拿国家一等奖学金，我每年都是三好学生，我还得过 ACM 亚洲赛区第一名。我会拉小提琴，我会打篮球，我还是大学生马拉松长跑冠军。未来我还会在计算机领域继续努力，为国争光。 我觉得我有能力保护我自己，也有能力保护你。学姐，爱情本来就是简单又美好的，既然它来了，就享受它好不好？所以你真的不要我吗？ 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